啊是房间一卡开啊，是这款做的吼、哦。哇，规间房间啊，规年房讲讲。哇，这什么啊？这个很多吗？这个很多吗？不行，我就买一个果冻给你吃哎。一来吃果冻吧，你可以跟乖乖他们一起吃。对，这个是荔枝的。好，我敢吃。这炒肯贵高味的波比啦。刚刚不是那个，啊淡淡的。会没有味道、哦。精油啊，会挥发掉。奶片。那不是原来的那个吗？块木吗？好吧，那就拿一包试试看。阿爸，这个牛奶片很多。好，走，那我们去买。这个分等你。哇，这里怎么有很多那个皮卡？不是皮卡丘了，没有皮卡丘。这里有很多娃娃耶。对啊，这个要夹，这个要夹、欸。这个是松鼠哎，你看它的尾巴，还会叮叮叮哎。来，这样我摇给你看，这样，嗯，哇，我要买，我要买。买跟这个一起结账。哦。耶、yeah. ！我问妈妈说，你又不会不可以吗？你闻闻看。妈妈，爸爸手上那个可以买吗？我要买啊，爸爸可以买。嗯，十周。妈妈，妈妈说，妈妈说你可以买。对啊，哇，这时钟也很好看哎。海鲜酱、小管酱、泡面，泡面我自己有带。这样，因为没有吃肉，哇，超容易饿的。你什么时候没有吃肉？第五天。可怜。我买牛奶片。牛奶片，啊，牛奶片我们家里有，那你怎么不买来过来？因为我看不到。我们家里很多牛奶啊。可是我看不到。你看不到。